这是一把清末明初时期的，祝你小水瓶火。盖内的水平款，盖墙有一点小飞坯。另外，在这个坝子这一侧，这里呢有一点表面的摇裂，啊，没有透到里边去，在表面，还可以忽略的。底部是硬款的石纹，一片幽香初梦辰。看看它的做工，口盖呢是非常的严密，泥料窑温很到位。薄胎，很精工，器型端庄优雅，读孔出水也比较流畅。